对战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站在苍茫荒凉的冰原之上，冷风侵蚀着意识，麻痹你的感官，你会迷失方向，你不知道这个剑会从哪个角落突然劈出来。但是你不要紧张，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握住自己，你要抓住它运作的轨迹。不过它有个惯性，第一招一定是试探，关键是在假动作后的那一招，第二意图攻击特别强。这才是真正的击剑，任何旁门左道在击剑的面前只有投降的份儿。哦，真厉害，没想到击剑的真实速度比视频上的更快，有意思。等等，我请求暂停。李虎来了。怎么什么情况啊？大耳猴太厉害了，明知道他要攻过来就是防不住他，这也不是闪电，这光速啊。那你还能不能顶住啊？没问题，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他这个速度了，下次一定可以抓住他。加紧点啊，加油。邓尔豪的防御一般都很严密，他最不擅长的是转移劈，只要你的眼睛能够抓住他的速度，那就有机会了。第一剑只是试探，准备第二剑才是攻击，开始。得分。好惊人的速度，这个冷子峰真的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吗？我查了一下，他上个月才加入击剑协会的。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，只不过速度快。你们有人能快得过邓尔豪吗？实战姿势，准备开始。身上得分的，还不是我给他分析了二宝的战术？不会真的是我分析的吧？大哥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没想到4-2把他给搞定了。哎呀，哪儿啊？幸好我知道他弱点，要不然只能认输了。那家伙摆明就是来捣乱的。沉住气，节奏放慢，一剑一剑好好打。感觉我的攻击都被他预测了，不能再让他得分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很严肃的告诉你啊，最后一剑了，你给我努把力，听见没有？请选手准备。必须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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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，放轻松啊！上吧。好。实战姿势，准备，开始。得分。开始。看来你的进攻不够熟练，最后这一分也是你最遥远的一分，我不会让你拿下的。
不主动进攻，美女的战术就没用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赌一把吧。死亡华尔兹。